其实啊，胡书记，这件事情挺简单的，这一切呢都是周永祥在从中作鬼。因为，在招标的投票中，我根本就没有投万宏公司那一票，这在吴主任的记录里都有啊。投票的档案现在还可以查出来。我当时投的是海马公司，而海马公司最后也没有中标。 胡书记，您好好想想，我梁志远不会愚蠢到这种程度吧？哦，拿了人家的钱，不投人家那一票，这不是找病吗？好吧，我一定把这话转达给秦书记。啊，小王，你去找一下吴主任，把存档的原始记录都找出来，我们带走啊，这个证据很重要。好的，嗯。 哎呦，胡书记，你说说，我是不是撞了什么邪了？这稀奇古怪的事情全都找上我了。<笑>啊，梁局长，哎，另外还有一件事儿啊。检察院在立案侦查朱涛的时候，监听过徐小曼的电话，这里头就有你和他的通话记录。嗯，关于这一点，胡书记。 我可以以我的人格作为保证。我承认，我跟徐小曼同志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朋友关系。那是因为我们以前谈过恋爱。可到今天为止呢，我们双方都已经成家立业，而且都有了自己的孩子。如果说比一般的朋友要近一点的话，这一点我没必要否认。哎，请进。吴主任。啊。 请您把你们装修招标的档案和原始选票的底子拿给我。装修招标的档案，原始选票的底子，这谁还留这个东西？早就销毁了。吴主任，这可不能开玩笑，这底子要是丢了，你们梁局长就得背黑锅了。哦，那我再找找，好吧？好吧，我再找找啊。您飞行。哎哎哎。 胡书记，啊，吴主任说原子选票的底子找不着了，啊，找不着了，局长。 废话，把档案底子给我找出来。蓝局长，底子没丢，交给藏起来了。我不知道什么情况，也不知道对你有利没利。如果对你没利，我就说没用；如果有利，我在哪儿找出来呢？蓝局长，我们一定把这些情况如实的汇报给秦书记。啊，组织上的事儿，有些。 我是，哦，检察院啊，啊，好，我马上派人去。哎，谢谢你们啊。刚才检察院来电话了，说让他们派人把徐小曼先接回来。
没事了，也不能说完全没事了，就是暂时先接回来，估计没什么太大问题。哦，朱涛呢？已经刑事拘留了。我是这么想的啊，你在外面给他找一个比较好的宾馆，先让他住下，家跟单位就先别让他回来了，他现在心里正烦着呢。好，你放心吧，这事儿我能办好。那，好。请进。你是？啊，我是来接徐小曼的。哦，那你是他们单位的吧？对。我卫生局办公室，这是介绍信，证件。那麻烦你在这签个字吧。好。我们走。谢谢你们主任。不谢。哎，你的包。坐下歇会儿吧，这条件挺好的，暂时在这住一段时间，梁局长特意安排的。那个想吃什么打电话给服务员，让他送上来，在宾馆挂照，到时候我来接，你什么都不用管啊。好。你好好休息，有事打电话给我，我先回去了。谢谢你，吴主任。不谢。好好休息啊。宾馆电话打的。下班之后我过去看你。你别来了，现在这么敏感的时候对你影响不好。我已经想通了，真的小曼，我现在已经不知道有什么好怕的了。志远，在你办公室的柜子上放了一个用报纸盖着的档案袋，是那天检察院的人去的时候我放在那儿的，当时你没在。那是什么呀？你别管是什么，你把它烧了吧。或者见面的时候你带给我。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，你放心，不会影响你的。我还是给你送过去吧。啊，行，那我先挂了。啊，
他怎么样了？他被异地关押了，现在在北京。到底出什么事了？他的事我从来都不知道，可能是和管事有关系。 事情闹得很大，也很突然。我想，朱涛这次可能躲不过这一劫了。孩子呢？在我妹妹家。 自己的债自己还，谁都帮不上我。我的东西你带了吗？ 你打开看看，打开呀！
你说出来。用你这句话我就够了，其他的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你这句话。要是在前几天，你和我做什么，我都会觉得心安理得。可是现在，现在不行了。和朱涛结婚这么些年，我今天才这么强烈的感觉到。他是我的丈夫。我理解了。志远，你回去吧。我订了今天晚上的航班，去北京。多保重。西北服刑，徐小曼也离开了这个城市，再也没有回来。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个女人，因为她在我的生命中
留下了永恒的印记。志远，你怎么了？郑永祥的事儿，我都知道了。他那是纯属自找。志远，你受冤枉了，我们家人对不起你。行了，都是一家人，别说这样的话。志远，我刚才把秦道给骂了。你骂人家桃子干什么呀？这周永祥这狗东西，我妹怎么就瞎了眼了，嫁这么一个没良心的东西啊！我跟他说了，让他们离婚。秦梅，我就不喜欢你这种处事方法。你说，桃子现在得多伤心呢？她需要的更多的是安慰，她内心已经够内疚的了，你还骂人家，你还是她的亲姐姐呢，你不理解她，谁理解她呀？其实啊，周永祥这人也没什么，他就是太贪财了，你也没必要那么恨人家。他这种人呢，只能说不值得可怜。秦梅，我现在突然不恨别人了，真的，就是对我再不好的人，我也不恨他们。谁活着都挺不容易。家里有吃的吗？我饿坏了。有，你等着啊。我是，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啊，杨局长，怎么了？老罗死了，那我安排一下。好。
罗大夫吧。各级领导、同志们、乡亲们，今天我们怀着沉痛悲伤的心情。 送别罗清水先生，市卫生局梁志远局长高度重视，亲自来到了我们这里，参加罗大夫的葬礼。这在我们这个小地方是史无前例。现在，请梁局长给我们讲几句话。 各位乡亲，我今天不是以一个领导的身份来参加罗先生的葬礼的，我是以一个学生、朋友的身份来送罗先生最后一程。
罗先生的为人光明磊落，他是一个君子，是个值得尊敬、心胸坦荡的人。我有幸和罗清水先生在一起工作差不多十年，他一直是我的良师益友。在我的人生遇到坎坷和不顺的时候，罗老师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和帮助。我们局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罗老师的为人，都能够体会到他内心深处的善良和责任感。让我们意外的是，罗老师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突然放弃了城市衣食无忧的生活，来到这贫困的乡村，用他生命中最后一点光亮照亮了这个被城里人遗忘的角落。老罗跟我说过，他真正懂得生活，懂得一个境界，是到这里来了之后，作为一个医生，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他把自己的学识转化成为对人、对社会有用的东西，他生命的意义得到了体现。今天在罗老师的葬礼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，包括我梁志远在内。我没想到，今天我真没想到，像罗老师这样一个在世俗眼光中的小人物，一个普通的医生，他的死竟能给整个村落带来真正的悲伤。我看到很多孩子，还有很多老人都哭了，我看到很多人在流眼泪，这是发自内心的泪水。我一接到罗老师的死讯，我就一直在想，这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呀？这个问题问了一千年、一万年，到现在还困惑着我们。我希望大家在闲下来的时候，静心地想一想，到底是什么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生活。我们呀，每天忙忙碌碌的，都在为自己着想着，斤斤两两，患得患失。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拿出一份善意给别人，担一份责任给自己，像罗老师那样，做一个平平静静、清清爽爽的人。罗老师是生在这里的，他将也会埋在这里，这是一片属于他自己的土地。我们愿罗老师的在天之灵
得到安息。一鞠躬。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啊？老罗，我又遇到难事儿了。你呀，只能一直往前走，就像这个卒子，过了河就没有回头路，只有一直拱下去，你才有赢的机会。还是那句话，千万别浪费了手中的权力，尽可能的给大家办点实事儿。我的故事讲完了，但我真正意义上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我也终于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。不管你站在人生和社会的何种位置上，一个人的良知，他的正直和善良，既是他人生的底线，也是他生存的全部价值。很是爱的礼物，痛苦和欢踏着浪漫的脚步，让我明白的那么无助。失去你的那天，我的爱就迷了路。错过他的那一瞬间，却让我看幸福。你是躲不开的那一个下午，我是走不了的那一半烟雾，你是找不到的那一片山谷，我是回不去的那一只迷路。
失去你的那天，我的爱就迷了路，错过他的那一瞬间，却让我看到了幸福。你是多不开的那一个下午，我是走不了的那一半烟雾，你是找不到的那一片山谷，我是回不去